主料：豆芽150克，干豆腐100克，黄瓜100克。辅料：辣椒油、大蒜、香菜、盐、香油、味精。豆芽炒一下水，干豆腐、黄瓜切丝备用。豆芽炒好放在一起，加入盐、辣椒油、香油、香菜、大蒜、味精拌匀，拌好装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